谁来考试？你好，我来。有请，请选题。我选二号题。二号题，你选择的是第二题，第一道是听辩问答题，请听音乐，然后回答问题，请放音乐。请说出这首歌曲的歌名及演唱组合的名称，计时开始。这是香港乐队 Beyond 的那首《光辉岁月》。回答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光辉岁月》Beyond。我们听一下徐培东评委的点评。听出粤语了哈，这个非常的回答的非常流利。这个 Beyond 乐队呢，应该是在中国的流行乐坛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乐队，它是最早一个到内地来演出的一个组合。那么这首《光辉的岁月》呢，是反对种族歧视的一个代表作，它是向曼德拉，南非总统曼德拉致敬的一个作品。那么他们在世界这个一些社公益性的反对种族的一些演唱会上也都有表现。这个乐队呢，应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祝贺你们打得非常好。